天魏全龙队的第八棒，前个打席上来是选到四外球保送，这一棒打到了右外移方向，界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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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到墙上，界内界内，三垒打，三垒打，三垒打，三垒，三垒，三垒，这回球来不及了，一出局过后，魏全龙队的第八棒张佑铭敲出了右外野方向的三垒安打。哇，现在直接上到了得分大门口。曾松恩不太敢碰墙，靠近墙边去接那个球啊，但事实上这颗球已经打在墙上了、啊、对，哇，一打出去就看界内界外了，但一开始有那个气势要打出墙外的气势了、嗯、结果没有出去了，对，帅啦，帅帅帅。我们魏全龙队现在上半季已经打了三分之一、哦、我们现在是暂时排名第三了。今天所以让我讲到的是第二个状况哈、哦，投进好球带被凯威给逮中哦。李凯威在五局下半的这一支安打，而且是两出局之后打出来的安打，打出来的打点是更珍贵、更珍贵的了。投到红中的位置啊，投手也不想保送啊，嗯，因为他已经手脚这边有一些状况了、哦。从这种边边角角的球，还倒不如直接来跟你胜负啊！结果真的是负了啦哈、嗯，让凯威胜了啦。对，谢谢吴胜熙加入会员十三。再捞一支，打穿了，中间方向连续两支安打的出现，这个、一垒上的跑者现在上二垒，四战一胜。对，李凯威跟吉利吉道公冠连续两支安打的出现，哇，这个就要考虑的要不要换了。嗯哼。或者是说先来个暂停啊！谢谢蔡以正，加油，差两分，加油，两分拿下来。对，谢谢蔡以正的斗内150元。嗯，好，我们斗内继续抖起来，安打继续敲出来，好不好？连续两支的安打出现。王建民投手就还是一定会先了解他的脚的状况，看刚才是什么状况。如果是抽筋的状况。